谢小心，各位当家的，新五郎接完萨摩岛兄弟，立刻回来吕家庄。新五郎，野马我随后就带人来接应。告辞了。告辞。阿总，嗯，我也是觉得好，还不错啊。 关心他，哦，难不成？哎，别误会，他把我当成妹妹。当初在路上，他误认我是乔爱，才被接。你是说当初就是他害的宋芳？你快说啊你！阿哥，他是无心的，你千万别怪他。哦，阿哥，别在裤子底下乱，就像什么呀？哎，他害得我这个样子，还叫我别怪他，那我该怪谁呢？你说。 你看，我这蝴蝶兰绣的怎么样？嗯，化蝶姑娘真是巧手，只不过人家都绣鸳鸯枕，唯独你绣蝴蝶兰，好特别哦。陆家上下都是不入流俗之人，我自然要学着，不能例外。 少爷，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！是。少爷，快，少爷！化蝶，少爷！化蝶姑娘，化蝶！少爷，快去拿点水给少爷洗脸。化蝶，我太高兴了！化蝶姑娘，我刚在门外等少爷回来，哪知等我扶少爷出轿，他就醉成这个样子。轿夫说。 是有人付了钱要他们送回来的。化蝶，少爷怎么会醉成这样呢？化蝶，少爷从来没喝过酒啊。他有没有说去见什么人？少爷平常很沉默。化蝶，阿狗是好人呐，我要带你去见他。对了。 听少爷说起有一个叫阿狗的人，仗义直言什么的。化蝶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陆贵，麻烦你。 少爷回房去休息，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老夫人。是。化蝶，少爷，化蝶。
各位当家的，请这边说话。各位当家，咱们突围了河道，消息一定很快就会传到官府呢。咱们是不是要赶快行动？对，咱们弟兄火力正旺，顺势给官军一个教训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。看来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，是不是还要按照原定计划行动，就看各位当家的意思。听说浙江巡抚由阮鄂接任，不知道各位当家是不是要多做考虑？管他是什么官，做什么官，反正通通的宰。咱们河谷后首次联合大出击就搞失败，这次可得下狠棋，所有的条件都得考虑清楚，不许失败。我想起来了，阮鄂这个人确实不可忽略。有一次我们又炸鼓登陆，直攻杭州，各地百姓逃到城外，当时就是阮鄂开城纳民，及时坚守城池的。哦，是啊，我就是来跟各位当家报告的，这阮鄂可是出名的守城名将。是啊，既然弟兄们都吃过他的亏，咱们就避开他，免得徒劳无功。反正咱们人多势众，干脆就把箭头瞄准胡宗宪好。胡宗宪刚接任不久，也许是个机会，不知道各位当家意下如何。我反对。胡宗宪诡计多端，咱们的弟兄一不小心就会上当。阮鄂虽善守城，但终究是新官上任，人事尚未严守，未必成得了气候，这对咱们倒是个好机会。好，咱们干脆集中火力突围同乡，来个活捉阮鄂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活捉阮鄂，给这些狗官一点颜色看看。哈哈哈，他们的脸可是丢大了。还是我们陈大当家足智多谋啊，足以领导群雄啊。既然各位大当家都不反对，那咱们就按照原定的分两路人马往同乡的西南两个方向进行。既然这样事不宜迟，大家分头召集人马上路。走。你以后说话收敛点。大当家，别说了，我另外交任务给你。什么任务？丁大哥，这个窝船遭官军埋伏，他有什么？两位是？您是罗成吧？我是阿天呐。是阿天啊。他是应应啊。没想到十七年不见，应应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你快来叫成叔。陈叔，
真是乖巧啊。哎，怎么不见阿英啊？阿英去年得肺痨死了，他临走前还叮咛让我无论如何要找到罗先生，好让英英亲自谢谢他的救命之恩。哦，少爷正好回来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到厅里等着，我去禀报一声。记得了，十七年前，少爷到关外去做生意，有一天夜里外边下着倾盆大雨，少爷在客栈里休息，门外啊，忽然来了一对年轻夫妻，那个男的哀怜乞求店主收容他那快要临盆的妻子，当时店主不肯收留他们。少爷您不但施营店主救了这对夫妻，还请来了接生婆，使那妇人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。哦，那妇人生女后灿若不堪，而那女婴却白净可爱。当年那名女婴现在已经十七岁了，叫聪莹莹。哎，阿天就是带着莹莹来看少爷的。哦，原来罗师爷还有一段动人的往事呢。程叔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就在大厅等候少爷了。啊，翠香，一块儿去看看。好啊。盗贼以突围河道封口，准备网攻同乡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任勇，属下在，立刻派兵马前往山水局去接罗师爷回府。是。罗先生，我们莹莹的命是您捡来的。阿莹临死前一再交代，一定要莹莹伺候您一辈子。不不不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龙文只是配合天命保住阿英母女罢了。你们能这样跋山涉水来看罗某就已经够了，还谈什么报恩呢？是啊，阿天，少爷现在多半在总督府，难得回来一趟啊，你们只要常常来看看他就行了。是啊，罗先生，莹莹小的时候，他娘就教他做菜、女工，许多手艺，还教他三从四德的道理，无一不是叮嘱他怎么伺候罗先生。
要事商量，已派兵马前来迎接师爷回总督府。好，兵马稍后，我即刻就来。是。阿天，龙文有事回府，不能相陪，你们就在这山水居多住一些时日吧。程叔啊，这一切就麻烦您了。放心吧，少爷。阿天，莹莹，我先带你们到客房歇息啊。罗先生，那就打扰了。翠巧，龙文言而无信，未能守诺带你去西冷印社，实在是心中有愧呀。师爷他乡遇故交，相谈甚欢，翠巧也乐在其中。冷印社随时都可以去，师爷，你就不必挂心了。那莹莹的事儿，就拜托您了。盏灯来替你们照路。叶大当家，什么事儿？我尿急呀。哎呀，那不赶快尿去就是了。啊，那一会儿我跟蓉儿一起压后好了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叶大当家，我看弟兄们大概都需要方便一下，这样吧，咱们就在这儿歇一会儿，你看怎么样？也好。弟兄们，咱们就在这儿歇一会儿，各位去方便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就上路了啊。哼，陈东这个老狐狸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溜出去。阿狗，阿狗啊，等一会儿你和我押后，给弟兄们说个笑，打打气。哎，你干嘛老盯着我？我盯着你？我看啊，倒是吴四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你啊。蓉儿当家，说真的，咱们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吧。晚上我跟我那相好的幽会呢，可是那陈东像防贼似的。真是去会你的相好？你，哎，说了也是白说啊，连自己人都怀疑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大不了叫我那相好的白等了。好吧，我再帮你一次忙，等一下上路我和你换马，不过在天黑前你无论如何要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伯这小子做事想溜，你给我盯行长，我到前面去准备上路。你放心，有我这小子跑不掉。绿珠配阿狗，他
们俩倒挺相配的。赶快送去给罗师爷，我明天上班得赶紧回去，没时间跟你多说了。嗯。哎，待会儿别让九妈跟小红起疑心呢。干娘，死狗子，总算又想起你干娘了。要喜欢绿珠，何必有偷偷摸摸的？哎，干娘，你误会了，迷人又何必做暗示呢？小红，你这……哎呀，绿珠，这又不是坏事。好了好了，干娘，你别说了，我走了。狗子，好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这样的月色，总无端的想起诗人们的心境。化蝶，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没有我的亲人，也望着同样的月色在想我。我们不就快要成为亲人了吗？陆公子，我们就要定亲了，你还叫我陆公子，应该叫我阿伟了吧？化蝶，我很想要你陪我浅酌一番。你怎么突然对酒这么感兴趣？不是对酒有兴趣，而是觉得心情开朗了许多。是不是认识了什么新朋友？化蝶，你真是我的知音啊。什么知音啊，这可是你自己酒后吐真言的。啊，你是说那天？对了，那天你提到一个叫阿狗的。啊，我真要跟你说呢，除了你就是他，让我觉得缠绵瘸腿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我没有理由一直躲在黑暗呢。既然这位阿狗对你有这么大的帮助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？我可要亲自谢谢他。那好啊，我们约好下月初五见面，他也一直很想见你呢。好，来。哎，我们以茶代酒，祝贺你认识一位这么好的新朋友。当家，找我。我问你，阿狗呢？昨晚上让这贼小子给溜了，让你的人好好看着他，否则当心他的脑袋。是。再让我碰他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吴兄弟，大清早的生谁的气呀？要宰谁呀？啊？呸！好小子，咱们走着瞧。李忠，阿狗有没有跟你交代什么？
子说他被盯上了，必须赶紧回去，就匆匆的走了。李周，真谢谢你，往后还要更劳你注意身边的动静。阿狗状况不明，不易联络，很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来传递消息。绿竹尽力变心。好，那就烦你回玉姬银楼等候消息。是。好，姐。罗秀，桐乡城小，倭道数万，唯恐不乱，如何是好？正因盗贼数万，移动不易，他们既分西南两路进行，我们就从东北方调派士兵接近，拖延他们回桐乡的时间，也损耗他们一些兵力。我们则借机增援桐乡，只要桐乡有足够的兵力守城，就是上算。就算桐乡一时守得住，招呼海盗之事会不会因此而生变？不会，阮哥乃守城名将，只要有足够的兵力，盗贼欲去桐乡并非易事。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分三个方面进行，一面快报京城，一面静待徐海阿狗进一步的消息，再一方面快速软恶提供他守城之策，如此方能伺机而动，一举成事。桐乡事件果真关系重大，如稍有雷池之物，恐怕就……胡大人请放心，龙文自有定计，举棋若定，方能神清目明啊。我们既然安置了两个棋子在盗贼之中，对我们而言已是上算。龙文即可修书一封持送阮大人，静观其变，再做定夺。胡大人，书信往返也得两三十日。龙文家中有稀客来访，若胡大人许可，在这两天静待消息之时，我陪陪他们。难得今日天高气爽，又可偷得浮生半日游。待会儿买完饮食，我们可以玩个尽兴而归。罗师爷。哦。谢谢罗师爷，我爹还从来没有这样陪我玩过呢。好。英娘，要是你爹不急于回乡的话，也可以陪着你好好的玩玩了。走。才不呢，到时候啊，爹一定要我守女儿家的规矩。哦。我不是说爹不好，但是跟师爷在一起就比较开心了。谢谢。
齐夫人隐居紫云山，我俩远兵对峙，圣上自刎而死。此时雪见你这对同时战，共成条文，真是如此。这一对印石确实不俗啊。的确是故事不凡，材质也精美。莹莹，你怎么了？好感人的爱情故事，要是真有这样的生死不移的伴侣，莹莹也能死不足惜了。莹莹，好，莹莹也是性情中人。干娘，你说什么呀？白天出去游山玩水，晚上罗师爷一走，你就这么失魂落魄的。依我看呀，你这是得了相思病呀。干娘，你别胡说，罗师爷可是一心想着除倭寇的。这要是这样也就好了，只怕你那个丫头也让他牵挂呀。干娘，你是说？我可没有说什么呀，你只不过把人家罗师爷当大恩人嘛。翠俏，听干娘的话，幸福要及时把握呀。翠姐姐，翠姐姐，谢谢莹莹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翠姐姐，莹莹是想，莹莹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翠姐姐也不是外人。那好啊，翠姐姐，你能不能教我画画？莹莹为什么想学画画？罗师爷讲，只要我学会画画，他也刻方印石送给我呢。莹莹想有一对跟翠姐姐一样的印石，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，莹莹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好啊。这里离董香已经不远了，我们就在此地等陈当家和叶当家过来会合，然后回京投降。现在大家思想稳定，准备战斗。好，大家原地休息。西藏的弟兄过来了。西藏，先到一步了。陈大当家、叶大当家，一路辛苦了。辛苦辛苦。阿狗啊，酒酒酒酒，拿酒来，我要养足精神。大当家，酒来。叶大当家，弟兄们，先歇着吧。叶大当家，
此次围攻同乡，事情非同小可，咱们一定得谨慎行事。弟兄们，先行歇着，有劳各位大当家暂时委屈，咱们立即会商行动事宜。请。阮大人，怎么样？四面城门布置的如何？弓箭手和士兵都已就位备战，大铁锅也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架锅生火，熔铁造之。城外及护城河是否已撒上火油？油已备妥，一入夜即可严惩大火。那四面城门攻防状况呢？都照大人指示，兵力集中在西南，东北门则以防守为主。只是兵力稍显不足，但可以抵挡一阵子。只要援兵及时来到，同乡定可自保。既然已经布置妥当了，那剩下的就是四顾以宜了。看来也只能听天助之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咱们亥时行动。各位当家的，回去召集自己手下的弟兄，准备夜袭。大当家，你的酒。哈哈，哎，大当家，帮着给全大当家。雪儿，陈忠派吴子盯牢我，咱们这回夜袭的消息就难送了。干脆找个机会把吴子给宰了，免得他日后碍手碍脚。阿狗，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陈忠多疑。万一血迹败露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看你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。哎，雪儿，雪儿，哈哈，大当家，怎么样？喝够了没有？过瘾吧？阿狗啊，你真行啊，我夜马没看错人。大当家，光是你说我好没用啊，有人不相信你啊。啊，你看看，有人正在监视你。呸！城外有大批黑影移动，看来窝到已至。阮大人，城外有大批黑影移动，看来窝到已至。城外火油圈撒情况如何？铁汁是否熬成了？回大人。火又已圈撒，铁汁也已熬成，随时可用。好，可以准备迎战。是。同乡城一片漆黑，状况不明，我们要派队人马前去迎战，等弄清情况再做决定。就先让我和新五郎这一股先去攻打。阮大人，弓箭已将火墙燃起，盗贼死伤不少啊。很好，火墙可以支持一二个时辰，让士兵们备好铁枝，准备倒扣，下次再战。是。齐刀，关宁用火烧，我们的好多弟兄被活活烧死了。齐刀，看来同乡早有准备，弟兄们遭火墙围攻，死伤不少啊。果然诡计多端，先叫所有弟兄暂且退下。是。
是被逼退了。好，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。静观其变，以静制动，才可更胜一筹。各位当家，火墙将熄，咱们要不要趁势再攻？我徐海，听大家的，不知道各位当家意见如何？咱们都已经到了桐乡了，不打还行。好了，这回该我和陈大当家的那一股去试试了。好，废都推辞。阮大人，我党再次进攻，属下已指示士兵们以铁制飞洒攻敌。好，看来桐乡得以暂时保住了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怎么情况很不好啊！陈立用了滚烫的铁制飞洒，弟兄们伤亡惨重啊！可恶，阮鄂如此阴狠奸计，让他碎尸万段，岂会心头之恨呐？二位当家，看样子咱们得暂时先撤一下，否则弟兄们会伤亡更大。好，撤。不能罢休，要不要通乡又怎么不公，单单是做手能把他们活活的困死。哼，再说他们也有不少死伤。对，血债要用血来偿，弟兄的命要用他们全程